从心内心内疼痛，感动你不知半项，在无情无爱无望的世界，千万不通来将阮放。整首歌我有听到你有用心哦，比上个礼拜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差太多了。上个礼拜真的我说的都说严格来跟你讲评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我们平信的责任在哪里，我们对你有责任，你对你的歌迷有责任，对观众有责任，所以这责任你要担起来。既然要打起来，你的歌声每一首歌你都要唱到你是尽心尽力的，安尼才对，对不对？所以这首歌我觉得还不错。整首歌下来我没有抓到什么毛病，我觉得都还可以。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更好，这就是我对你的期望。其他我都觉得今天做得很到位，加油！谢谢老师。怡君，你唱这首歌哦。副歌的第一句，这首歌的致命关键在副歌的第一句，它前面堆积了那么浓厚的情感，到 这一句让你引爆的时候，其实不是让你用力的，不是要让你弄一个罐头式来表现说，我雕琢的副歌很厉害。你看哦，这首歌，我爱你爱你爱到心肝寒，你看那寒那个字，你有多刻意去唱出那个寒的技术。但是忍到那个字的时候，那个寒是要用感性的表达出来的，不是用力去挤牙膏挤一个字给我们，就说我很会挤啊。反正我今天就觉得陈大哥你最厉害，谢谢。